白痴哦、喔！大家记得讲这个啊。好啦，你不用讲，你现在就在讲，不是吗？我这个要剪掉的。然后这段要剪进去啊，当然。对啊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什么令诶？挂挂挂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到底台湾的麦先生，什么令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正讲台湾南砖好戏。你嘴巴怎么了？我的嘴的边啊，痘痘。大家。当作看不到，你就那个遮瑕膏涂厚一点嘛。已经贴东西了，我发到一修短了。啊，今天要冲啊？今天你被比赛哦。比赛哦。在比啥？比台语。哇！居然敢跟他下他暂帖。那我们今天当然是有赌注的，输的帮我们试试这个。哦，我们有，但是送我们这个，我们一直没有勇气去开箱这个东西。对，你先想想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十八禁啊，辣泡面。我都吃的，我活十八岁呢。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测验哦。OK，Start、okay.。你知道“楼魔”在闽南语中的意思吗？鲁曼。嘿嘿。大贵楼魔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流氓。赌蓝在闽南语。斗兰是什么？斗兰在闽南语就是。马来西亚人也常讲这句话啊。叫白送。奶鸡在闽南语。你可以拿着手机，可以拿起来。林鸡。啊？奶鸡啊。林鸡是什么？林鸡的意思。嗯哼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我一来我不知道，应该是荔枝吧？哎呀，对嘞。林鸡是什么呢？尾后兰在闽南语中的意思吗？尾后兰哦，尾后兰，哎呀，你知道哦，我没讲嘛，哎，你知道勾乙在闽南语中的意思吗？老实厚道，故意过诈逼，过诈逼的过乙就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不知道哦，过乙，俗话说，哎呀，错了。你知道勾锥在闽南语中的意思吗？这个只要念得出来，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勾锥，哎，这谁不知道？勾锥是卡哇伊。露米好奇怪哦。对，越来越难哦。困露米，那应该是深度睡眠吧？哦，对耶。落眠，露眠，露眠，露眠，一定感觉就是露枕。错了，错了。你知道动算在闽南语的？那、啊、这个。天天在听啊！令选举的时阵就一定要动算，所以一定当选。你知道偷刀，大陆那边啊，对对对，他们的土豆其实是那个，所以这个是闽南语啊。对，偷刀是花生，偷刀就是马铃薯啊。对。哎呀，对忘记了，忘记是花生了。马铃薯。Sorry， 我已经忘记偷刀是花生了，现在想起来了。请找出以下词语中相似。闽南语读音呢？啊，香炉香港蚊子香，那不是香港吗？对啊，不一样诶，香炉香港蚊子香，香是什么？那就香港好了。哎呦，对耶，会耶，因为香港听起来就不同。问字跟其他不同的，问路问，问题就问，问题问题就问，哎、欸，糟糕，发音不标准，试一试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问路。问题就问题好了。哎呦，平咯，哎，平衡怎么念啊？我不会念哎、欸，平行。那我猜最后一个好了，反正我是第一个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平咯，平衡吗？平俗。平衡看起来就是我不会，应该就鬼鬼。哎呦，还有什么？美丽，美丽，你就水耶。美丽不是睡嘛，美人不是睡杂啵嘛、啊。你很美，就是你丽叫睡耶，丽叫睡。你很美，一定跟前面两个不一样，因为前面两个是两个字的，一定比较类似。是咯。所以这个睡啊。解释有误的配对，几口怕细感，崩啊咸水口，呼笑鼻无味，那就几口怕细感啦。一疑怕细感。讲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。是这个意思，崩啊咸水口。B A 我怎么知道怎么念 ？B 乌球 B 包贵，哎呦，不知道，哎呦，又猜对嘞，这个蒙丢哎，又丢哎，我要说我蒙对。车眉鸡捏到捏到糖，为什么是左啊？打掉糖啊，打掉糖哦。四龟我有大病，四鸟四甲部队。又来又好难哦，车眉鸡捏到糖，四龟。大饼，大饼是什么？大饼，饼，大饼，喵气加布袋，加布袋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是有爱心，所以我们选它。哎呀，还会耶？那什么？猜
猜测。我一个囝是够优秀的。够优秀的啦，哦。我一个囝是够优秀的啦。他说他儿子很糟糕，不孝。啊！代志这大条，你莫伫遐咧。代志大啦，代志这大条，你莫伫遐咧讲做报哦。一定不是好代志，所以因为大条大件事了。哎呦！所以呢，负债千万。Yes。会嘞。太娘喂，就是他啦。这发音也太不标准了吧？对啊。太娘喂，就是他啦。回公主，这是国都拉萨。太娘喂，就是他啦。太娘喂，就是他啦。就按这个，哎、欸，猜对嘞。林北可是用情用义用昏迷啦。这不就是有情有义的黑道大哥大吗？他说林北重情重义，所以他是。有情有义，黑道大哥 ，yes， 会哦。嗯，阮也要三不五时来斗阵一下。阮也要三不五时来斗阵一下，斗阵一下。出来约小聚。哎呦，对嘞，会哦。我的分数出来了，多少分？等，闽南话七级，八十分。哇，你有八十分哦。对啊，我蒙对很多哎。我下当去南部讲台语。您的闽南语水平测试95分。吼吼。好，你们可以坐在一起了。结果是你要吃哎、欸，哇靠！我其实也不好意思虐待来宾嘛。讲得很好、啊哦，谢谢你哦。来就是被气假嘞，我又一个人来比赛就是看我有没有可能这么好运。是哦，是是就是不可能。想弄我，代志不是讲人想安尼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要开始哦。因为这就是一个18禁的混，今麦就来气假一个，来行，已经煮好了。没有汤哦，你滤掉汤了，太过分了。等一下再喝，可以作弊就作弊。啊，整间都是咖喱的味道。嗯，你吃那么大一口，是哟、哦。嗯，你、欸、没有感觉哦。嗯，好像还好哎、欸。你急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前进很厉害。前进，前进。哇靠！哇靠什么？对啊。很辣哦。哦。你的反应是不是太快了一点？真的。真的很辣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流眼泪嘞、欸！假的，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嗯，耶，你真会武技耶、欸！厉害吗？这个前进就很强，不用后进。真的吗？前进。好痛！你是哪里在痛？哪里在痛？舌头。尖叫了！我靠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在干嘛啦？你怎么一直流？你怎么一直哭啦？你是怎样？你看，当然不能吃。哎、欸，我靠！他哭得要命呢，这攻击性真的超强的。天哪、啊，这一碰到舌头就整个痛，对，就是痛的。妈熊有来耶！辣鸡面比这个还温和多了。好了。哦天哪、啊！别人家比的高枪，我快点进医院了。进医院，好走了，好走了是怎样？去给医生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剩便便坐在那里，这边剩下的便便吃完，拜拜。这个试吃交给你了。哦，好不舒服哦！哦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因为哎、欸，这还有后劲，不行，这个我不行了。哦，前劲，我后劲，哎，就是被火力吸，是化武器，哎。哦，好。